今天来住纳鲁湾酒店，他们拥有全台东最大的饭店大厅。有没有直接给你搬进一艘船？这是房间，就是进来就是有个衣柜，然后冰箱。是四人房，它房间空间很大。这边走进来是浴室，它的备品也很齐全，还有浴缸。这里是景观蜜月星空套房，一样很大，然后它是直接面对市景，就是山景啊，外面可以看山，看个超大的阳台。朋友或是家人一起住在这里探险，它空间很大，大家都有可爱的球场，重点是风景绝好，然后一样有漂亮的浴缸，这个是直接让看风景泡澡，这里是新装修好的景观蜜月套房。很大哦，你看很漂亮，就直接翻转对纳鲁湾酒店的印象。然后他都是有送这个纳鲁湾大酒店限定版的米乖乖，还有一些迎宾小点、水果。重点是他们的景观蜜月套房还有超大的景观阳台，超大。这边主要就是可以看市景，还有一个漂亮的，我觉得哇，今天台东天气很好，看出去的风景超美，还可以看到一点点海，这边还有躺椅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可以就是衣橱挂衣服，也就是浴室啦，一样有浴缸，然后备品也有，干湿分离。饭店有全台东最大的游泳池哦，户外的没哦。它还有儿童戏水池，比较浅，小朋友就可以在这边玩。这边有花式撞球室，里面还有儿童游戏区，看这边可以把小朋友放在里面，然后它的撞球桌超多，还有电子娱乐广场，一样就是大人小朋友的设施都有。这边有宠物旅馆，房客可以免费使用，可以带猫咪或狗狗来这边住，但需要先预约。而且他们都有这种设计，可以自己烤松饼。